一只手前，一只手后。来，我要先等一下，要不然那里要数到三。一、二、三，好，加油！哦，成功耶！超快的，好，换爬这里。轻轻的就下来了，对不对？我刚才跳了。对。好了。等等。要抓紧哦，好，脚伸出来，那根本不是用跳的嘛，你可以两只手抓着，然后脚一只手，脚一只勾过去，对，脚伸过去，要把它勾住，两只手抓着，脚伸过去，对，拉紧，对哦，慢慢的放就下来了哦。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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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。啊，不不不不不不。你小时候都这样吗？哦，我小时候玩的方式多了嘞。我要从这里爬上去啊。你怎么需要从这里爬上去？那你再溜下来一遍。对啊。哦，你要再溜下来一遍吗？你小时候对啊，我很厉害啊。阿哉，我就很厉害啊，我很会玩这个啊。要手要抓紧哦，因为我知道我手抓紧就，我手抓紧我就不会摔下去啦。成功，哦，成功，他要换我了。